个屁股翘的男朋友有哪些好处？那好处当然是相当的多了。首先，男生发达的肌肉主要是由雄性激素来决定的，拥有翘臀的男性比肌肉群拥有更多的雄性激素，可以让男生更有男性魅力。在穿衣搭配方面，能完美展示腰线和撑起裤子，视角上看起来还显高，把它带出去，女朋友也更有面。同时，雄性激素也能促进大脑的发育，有翘臀的男生说明这个男生更加聪明，更会体贴女生。接着，臀部肌肉多也能更好的稳定腰部，腰部力量也比较大，像换灯泡、修电脑、翻桶装水，任何费腰的体力活他都可以轻松搞定。另外，有翘臀的男生意味着他更不会久坐，喜欢运动，喜欢运动的男生身体上别的肌肉也不差，而且人也更加的自律，自律的人对家庭事业方面多半也更加有上进心。最后，男朋友有翘臀没事看起来也是赏心悦目，一个字就是帅气。累的时候他的翘臀可以拿来当人肉枕头，又软又挺呢。所以找个翘臀的男朋友好处可是十分的多，哈哈。我是不正经学姐，我幻想的男朋友屁股实在是太翘了。